觉得健康饮食是多元化的，注重你自己身体吃的，再加上能够对大自然比较有帮助的饮食方式，让你吃完之后很舒服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。就我们都是用原食材去做的，我们不希望消费者在我们店里还吃到再生，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生产。我也觉得，哎，这餐到底是有肉没肉，而是它就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料理。希望能够创造一个让我自己、我家人、我朋友都觉得来这边吃饭都会很开心，就像来我自己的家里，我做菜给他们吃一样。食物对我来讲，它就是很像每天在化妆一样。彩妆呢，就它就是可以让人变漂亮，在外观上面。那食物它就是很像内在的保养。那吃了以后，可以让身体呈现就是那个皮肤的光泽感。迎接 O&CO 到台湾来，其实是一种分享的心情哦，因为家里的人生病，那我看着家里的人就是从食疗走过来，身体的健康。O&CO 他们真的是非常严格的在把关哦，一年里面它会有250个庄园的橄榄油，然后我们的品油师他会尝1000瓶的橄榄油，然后再从这里面去筛选，每一年差不多有30瓶的庄园来到我们的店里面。你可以看到从产地到餐桌的这个概念，而且他们的食材真的都是非常的新鲜。体验厨房就是希望可以跟消费者可以分享地中海的饮食，那可以在这边学到怎么样去做菜，然后呢可以来吃一个很简单的地中海的食物。如果你觉得这道菜你很喜欢，你可以把这么容易的厨艺传递给自己的家人。